故事继续翻页再翻页，你继续不想睡，我就想睡。最近发行新专辑，曾经执导筒拍电影的周杰伦，以《不能说的秘密》风靡亚洲，更因此迷倒不少高丽妹。十大华人帅哥，周杰伦名列第一，而19号才刚娶美娇娘的陈晓也上榜了。我希望像他的妈妈一样，那么去对他。和女神陈妍希共组家庭，迈入婚姻生活。杨过和小龙女真实版修成正果，令人称羡。但另一位大陆男神胡歌却跌出十名之外。你就真的甘心看着这宝座落在他们二人手上？帅气潇洒，足智多谋，胡歌演出都成功诠释，升职戏迷心中，胡歌还被封为古装男神。这回韩媒评选排行榜上竟然没有他，让粉丝好意外。爱慕对方，不止胡歌，月底将和林心如走上红毯的霍建华同样没有上榜，这对帅气好妈鸡未受到韩媒青睐，让不少粉丝直呼根本是一柱之汉。记者吴清君、罗怡锦台北报道。中天电视全新制作强档大戏《美好年代》。